圣保罗大教堂拥有世界第一的双穹顶，英式巴洛克式园地，特殊的锥形建筑连接并支撑着里外穹顶。在圣保罗没有绚丽多彩的典型花窗，这个回形楼梯，这就是福尔摩斯和哈利波特的实际取景地。不起眼的古老门锁，据说价值9镑，相当于当时人民的一年工资。穿越厚重的古老历史，迎来了现代化的伦敦。再爬528级台阶，穿越厚重的古老历史，迎来了现代化的伦敦，又回到了现实。